报道。好，另外呢，为迎接岁末年终呢，南加州的中国大学院校联合校友会将于12月6号举办盛大的年会，邀请了38所的校友们一起来同欢。年度上面的重头戏呢，将是新就任会长换届交接，由现任会长许世尧呢交棒给新的会长许光林。学到许许多多啊，当然基本上来讲是非常愉快的经验啊，我希望我们大专这个精神能够传承下去。那今年我非常感谢啊许多我们的赞助厂商，因为要有足够的经费我们才能够举办所有的活动。同时我也要感谢所有的工作团队以及我们大专的前会长前理事长们对我这一年来的支持。大专校友会这38年走来啊，大家是非常和谐，我也希望能够将这个传承。那大专的服务项目呢，就是除了服务我们各校友会的校友的成员以外呢，我们也希望多参与一些社会的公益活动，及多参与一些主流社会的一些活动。为了提前造势呢，主办单位呢表示将会安排精彩的歌舞表演，预计呢将会有600多位的政商界人士以及会员们来共襄盛举。而年会上面呢还为大抽奖，今年的奖品是非常丰富，有华航4张的洛杉矶台北来回机票、iPad 现金奖等等。目前呢年会的入场券正在热卖当中，有兴趣参加的民众呢赶紧跟主办单位来联络。